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见到顶加行，也就是说，顶加行的五个能表意，就是见到顶加行。那这个见到顶加行呢，我们 它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那第一的话呢，就是它的为缘，就是为缘的这个所断，见到的为缘所断。那见到的这个所断呢，就可以分为所取分别，还有能取分别见的两个部分。那所取分别呢，又可以分为两种。那各自呢，又有九种，就是18种。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见到的所断能取分别呢这个部分，就是能取分别的话呢，又可以分为两种，就是说实有分别和假有分别这样的两种。那所取能取这所取能取呢，这个概念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所取呢就是对境，能取的话呢有境，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执青色的眼视，指青色的眼视来讲的话，那所知的这个对境青色呢，它就是所取。那执着这个青色的我们的眼视，它就是能取。所以说，所取能取的话呢，指的就是对境和有境。那然后，大家看到讲义啊，大圣见到所断能取分别亦有二。也可以分为两种，实有分别即假有分别，各自亦可分为九种。为什么各自又可以分为九种呢？是因为各自不同的九种所缘的缘故。因为各自呢，他们的这个所缘呢，有不同的九种，所以呢，能取的这个什么实有分别呢，也可以分为九种。那首先呢，实有分别，颂曰可以帮我念一下这个偈颂。实有分别，颂曰：所取即所舍，作意与细数，所作意三界，安住与执着，法意为假立，贪欲即对治，失坏如欲行，当知初能取。好，那在这个两个偈颂当中它说明了九种就是实有的这个分别。首先第一的话呢，就是 所取即所舍，所舍就是所取和所舍。那所趋呢是什么？所舍呢又是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大圣见到所断实有分别有九。第一，缘单着于
取舍者，在这里者的话呢，就是执着啊，地使执着这个取舍的不特切哇，他指的就是，所以这在这里啊，时有分别呢，它的所缘呢，就是有不同的九种不特切罗。那第一的话呢，就是说诸法虽无甚异，但将与世俗如幻取伪功德。所以啊，在前面讲的这个所取的话呢，就是一切法就像如幻一样，这个就是功德。所取的这个功德，也就是说，大圣的菩萨呢，在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必须要一切法就是观见为什么呢？就是如幻一样的，就像幻化一样的见的，这个就是功德。那所舍呢？当然是什么？一切法呢，就是在圣意当中存在。虽然呢，它不在圣意当中啊，但是呢，圣意当中存在的这个理解是过失的，也就是说，通达空性的一种过失。所以呢，在这里啊，所取所舍呢，就是所取的话呢，一切法就是观见为如幻，这就是所取；所舍的话呢，一切法。认为啊，真实存在，这就是所舍 所以呢，就是了知在这个前面啊，应该呢，把它就是应该，我们要应该加一下，了知诸法虽无甚异，但将与世俗如幻为功德。舍弃过失之不特切罗，就是了解能够了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也就是说一切法的它的存在就是了知这样的一种什么呢？不特切罗呢，将它执着为独立、自主、实有的执着。有这样的一种执着，那这样的执着呢，就是远这样的执着，然后呢，此缘此当着为地使，能受用之分别实质。所以说，前面的这个执着呢，它是一种不特切罗我执；后面的这个实质的话呢，它是什么法我执？所以我们把这两者。执着心呢，必须要分开啊。所以在这里就是实有分别呢，它是一种法我执。那它的所缘呢，就是不特切罗我执。什么样的不特切罗，将它执着为独立自主的执着呢？就是了解一切法虽无甚异，但是呢。在世俗当中，就是如幻一样，能取为功的，取舍什么呢？舍弃过失的，这样的不特切罗执着为独立自主的实有，这样的一种执着。那远这样的一个不特切罗我执，将这个我执呢，就是执着为地使受用之分别，这个呢，就是第一个。时有分别啊，所以能取所舍，这个就是第一。那第二的话呢，就是作意，这个作意啊。第二，缘将起动机作意为真实者，什么样的动机呢？就是说不如实作意，不如实作意啊。我们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非离作意。那反而呢，什么样的非离作意呢？就是地使作意之，不特切罗执为独立自主，实有之执着，
原此当着为第十乃受用之分别实指，这个就是第二。所以呢在本颂当中的这个作义的话呢，它指的就是非离作义。那主要指的非离作义呢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当着第十，也就是说认为啊法，就是一切法认为是什么呢地实存在或者是真实存在这样的一种作义。所以呢这样的作义者将他呢认为是独立自主的这样的我执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然后呢将这个执着呢又把它什么呢认为是地使受用的这样的执着的话呢就叫做第二个，就是作义的这个实有分别。那第三的话呢是细呢一般它指的就是就是被一个东西绑住，也就是说控制住。什么样的东西控制住呢？就是被烦恼在轮回当中控制住的相关的这个不特切落，就叫做在这里呢就叫做什么细数。好，看第三啊，缘聚过患，当然呢就是在轮回当中啊一直就是不停的流转的这个凡夫的话呢，它当然是轮回的一个过失，就是轮回的过失。为什么说它是轮回的过失呢？因为轮回的过失啊，它指的就是生老病死。那刚好呢，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的这个凡夫呢，它就是具有生老病死，也就是说，因为烦恼而生老病死的这样的过失，所以呢它就是过患一个其过患，其就是轮回的这个过患。好，那由于真实作义而产生烦恼法性之三界，也就是说因为呢自己对于这个一切法呢认为是真实性的这样的存在，那然后呢就产生了内心的这个烦恼。那因为内心的这个烦恼呢，所以呢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轮回就是三界的这个轮回啊。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一个三界的这样的轮回，也就是说自己在这个流转的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自己的这个三界轮回啊。那被此细数之不特切罗只为独立自主实有之执着，原此当着为第十乃乃受用之分别实指，这个就是第三。那第四的话呢，看一下本颂啊。第四呢，就是说安住与执着。刚才这个上面啊，细数作义细数所作义三界。这个呢应该要连起来。那然后第四的话呢就是安住，第五呢就是执着法义，应该是这样吗？那第四看一下，第四安住呢是什么意思啊？安住于什么样的东西呢？第四原当着于事物实有者将色等诸法取为实真实，于此安住之不特切罗为独立自主实有之执着，原此在这里啊，那安住呢
也就是说对于一切法的这个态度啊，对于一切法的态度呢，看法就是认为呢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去修行的这样的不特伽罗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安住就是这个意思啊，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安住于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去修行的不特伽罗 所缘就是这个。那缘此当着为意识能受用之分别。那第五的话呢，就是说，执着，好，那执着什么样的东西呢？第五，缘当着与非真实者，与色等诸法无当着之不特伽罗，只为独立自主之执着，就是非真实啊。其实这个非真实呢，指的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地时存在，就是空性啊，没有真实性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对于一切法呢，虽然呢，就是认为啊，也就是说，虽然对于一切法呢，没有认可的这个真实的当着的实质，就是没有任何的当着实质的这个不特伽罗呢，我们可以这样讲，比如说，就是大圣的圣者吧，大圣的圣者也应该我们可以说指的就是八地九地，就是三净地的这个菩萨的话呢，他对于色等一切法是完全没有什么任何的当着就是真实的当着性啊，那这个呢就叫做在这里讲的与色等诸法无当着，那知不特伽罗，这个就是说对于一切法呢没有任何的真实当着性的大圣的八地菩萨，所以呢将八地菩萨呢，比如说，就是见到位的这个菩萨，他呢就是将八地、九地、十地的菩萨呢，就是执着为独立自主、实有的这样的执着。那然后呢，就是远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种不特伽罗我执，然后将这个我执呢，又执着为什么？就是地识存在，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第五的话呢，就是执着法义执着就是这个。那然后呢然后的话呢，法义为假立，法义为假立啊。第六，就是假立，当着原当着与假立者，
一切事物虽无甚意，但正悟唯有名言夹利之不特其罗。这个呢，到这里啊，我们就是每一段呢，把它分为每一句，把它分为三段，再到这里就是一段，指的就是说，了知一切法虽无甚意，但是呢，能够在明眼当中啊，就是通达，它就是假立，一切法就是假立的这样的不特切罗，直为独立自足实有之执着，就是第二段，将这样的人呢，就是执着为独立，而且是自主实有的这样的执着心，产生了这样的执着心啊。然后大圣的见到位的菩萨呢，远这样的一种执着心。第三段就是原此当着为第十能受用之分别实指，远这样的一个法啊，什么呢？不特切罗我执，然后呢，将这个我执又什么呢？执着为地时存在。首先呢，第一段里面它说明的是不特切罗，第二段呢，就是说将这个不特切罗啊执着为独立自主的执着，执为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种实质的执着。那第三段呢，就是将这个独立自主实有的执着呢，又执着为什么就是实有就是地识存在。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第六个实有分别。那第七的话呢就是在偈颂当中啊，就是说贪欲，然后第八呢就是对治。我们在这里啊可以啊看出，贪欲呢当然是所断，道的所断嘛，对治的话呢是所断的这个对治，也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呢是见道，见道的所断和见道，这就是贪欲与对治。那什么样的贪欲，还有呢什么样的对治呢请看一下第七和第八。缘当着于所断者，也就是说虽与诸法五真实当着，但与六度俱贪欲之不特其罗。当然呢，有这样的人啊，虽然呢他认为一切法呢就是没有真实的存在，但是呢他在修行六度的时候啊，就是对于所需的六度呢，就是有极度的这样的贪欲心这样的不特其罗。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所断呢就是这个所以当着于所断者就是不特切罗嘛。那执为独立自主实有之执着，原此当着为第十能数受用之分别实指。那第八的话呢，对治啊，原当着于对治者有记，什么样的对治呢？一般的对治呢有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嘛，但是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当下我们在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见道。那什么样的见道呢？就是说有记执为真实取舍之对治，在这里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治啊。有呢就是轮回，记呢涅槃，所以呢生死涅槃认为是地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执着心啊，
就是他的对峙。他的对峙是什么呢？见到的菩萨呢，他将彼，也就是说，就是有生死涅槃的话呢，就是修为真实空平等。知不特伽罗为独立自主，实有实有执着。原此当作为地使受用之、冷受用之分别时指。那第九的话呢，就是最后啊，第九呢就是说湿坏如玉醒，湿坏如玉醒。如玉醒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自己心里想的那样去执行或者是希求，所以呢就是失坏。那对于什么样的一种法呢，没有办法如欲的进行或者是如欲的得到希求呢？我们看第九啊，缘与国失坏者，因不知般若蜜多故，失坏如欲前往一切相知之不特伽罗。在这里的话呢它指的就是失坏呢，也就是说因为啊不了解般若波罗蜜多。在这里啊，般若波罗蜜多指的就是空性，也就是远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呢因为呢不了解空性，不通达空性，所以呢他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啊就是想要就像自己的想要获得一切相智就是这样的什么呢，一种不特伽罗。那执为独立自主，实有之执着，原此当作为地时乃受用之分别时指。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失坏如欲醒，它指的就是说失坏如欲醒的话呢，就是完全不了解空性，或者是了解空性，但是呢没有去修行，没有就是实修空性的这样的人。所以在这里呢讲的就是失坏如醒如欲醒，指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的不特伽罗或者是人。那这样的不特伽罗的话呢，当然呢他没有办法承办就是一切相智，也没有办法呢就是向往什么呢就是佛果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嘛。所以呢就是失坏如欲醒，当知出乃局。所以呢以上所提到的这个九种分别的话呢就是两种乃局分别当中的就是初者的乃局分别，也就是实有分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假有分别啊。好，请帮我念一下。假有分别，颂曰：不如所谓身，直道为非道。谓身具有灭，具不具道性。安住坏种性，无希求无因，即缘诸敌者，是于取分别。好，假有分别。见道所断，假有分别亦有久，
也有九种啊。那哪九种呢？不如所未生，这个就是第一啊。不如所未生，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所需求的那样，所谓在自己的内心缠身，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所谓。所以啊，在这里的话呢，不如意思就是说，就是没有办法像自己想的那样，自己需求的那样，需求什么呢？所谓呢，在《现观庄严类》的第一品当中啊，提到的所谓就是有三种嘛，也就是三大大圣菩萨的他们的最主要的所谓呢，就是要得到这个三大。三大呢，觉得就是断大、正大，还有呢 心大。断大的话呢，就是 断除一切的过失；正大的话呢，就是圆满一切的功德。所以断除一切的过失，圆满一切的功德，见的心大，就是菩提心。也就是说，在佛陀的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和一切相智啊，所以呢，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什么呢？三大指的就是这三种啊。所以在这里所谓指的就是三大，身呢就是缠身或者是获得，没有办法如欲的获得这三种所谓 好，看一下第一啊，缘未获所欲之果者，唯一小圣道，不能如欲而出生。这个出生在自己的内心就是缠身或者是升起三大所谓之不特伽罗不特伽罗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是夫我们就是用是夫来表达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可以把它理解成小圣，因为小圣呢，他认为就是依自己的这个身位或者是独觉的这个道路啊，他可以呢从就是从什么呢？生死当中脱离嘛。但是呢，他不知道，就是依自己的这个小圣的道呢。没有办法获得，就是三大，所以这个小圣的这个士夫的话呢，就是刚在这里讲的就是不如所未生 那只为假有之执着，缘此当作为第十能受作用者分别实指。那第二的话呢，我们看偈颂直到为非道，执着的意思，道呢就是六度等大圣的正道，那将这个正道呢认为是非道，也就是说 修止见的道呢是不可能获得。解脱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颠倒的想法，就内心就是有这样的颠倒的想法的士夫，其实呢，这个不特伽罗还有呢士夫我这三个法的话呢，它是同义的，我不特伽罗士夫。这三个法呢，它是同义的。所以呢，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二，就是说，缘错误当着道者，对于解脱道呢，就是
一种错误的认知啊，这样的啊人与六度的正道之为非道之士夫，在这里啊，士夫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人或者是不特觉罗都行啊。但是这个人和士夫不特觉罗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范围的话呢，就是有区别啊。不特觉罗和士夫我这三种呢，它是包含了所有的一切的，就是有生命者，六道的有期啊，或者就是有所有有，只要是有生命的，它就是士夫，包括佛陀，它也就是我，就是它是我，也是不特觉罗，也是士夫。但是这个人的话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士夫不周偏于忍，比如说天忍，还有呢就是地狱的有情，还有等等这些呢，他是士夫啊，因为他是有情，因为他是有生命者，所以叫做士夫。这个士的话呢，藏文来讲的话，士夫呢，藏文呢就是。在解释的时候啊，士夫呢就是基部。那我们从藏文的这个方面来解释的话呢，士呢就是有能力的意思啊，就是有能力，有能力什么呢？有能力做事情的，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跟其他的事物不一样，他能做一个特殊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有生命者呢，就叫做士夫。也就是说，这个士呢，就是勇士。其实呢，他其实他不是什么勇士啊，但是呢，这个勇里面呢，他就是有一个他的内涵呢，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特别的有一个能力。那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跟其他的事物不一样的，比如说就是外在的事物啊，色身香味触这些呢也有能力啊做事情，他们做的事情呢只有生自己的果，没有办法其他做特殊的事情啊。但是呢，人和不特觉罗就不一样，他能做的事情呢，就是比较特别、比较突出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能够识别真假、善恶等等，就是取舍等等。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有生命者，具有生命者就叫做什么呢？士夫啊。所以藏文里面的这个基部的话呢，就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这样解释的。所以呢不管是就是什么样的众生啊，六道的有趣等等呢，他都有自己有一个能力，就是有判断力。他都有一个具有一个具身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事物的判断力啊，所以呢就是士夫了。好，那然后呢第四的话，第三的话呢，看一下本颂啊。看一下本颂，未生具有灭，具有灭，就是具呢，就是具有的意思啊，具就是具有，灭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呢必须要结合因果的这个关系啊，因为呢
就是每一个事物啊，它在生出它的果的时候，那这个因呢，它就会毁灭，因为还没有毁灭因的话呢，这个果是没有办法生出来的。所以呢，就是具有啊，就是因毁灭而产生。能够升起果，就是说生果的这样的事物。那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为法嘛，对不对啊？所有的有为法呢，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因为呢，它的这个因果的规律啊，它就是在因为的时候，这个果是不存在的。那果位的时候呢，这个因它必须要毁灭，所以说具有因毁灭，才能产生这样的果的这样的事物，就是说的是什么呢？有为法。好，那有为法呢，就是说缘与遮前法。即成立法、遮前法与成立法，真实者当着为真实者。遮前法的话呢，藏文的话指的就是嘎巴，那成立法的话呢就是主巴，那想要详细的了解的话呢，可以去那个什么，社论学啊，可以去听那个社论学的音档。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结合因果的关系的话，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六度和四摄，或者是一般的这个什么呢？外在的就是山河大地等等这样。都是什么呢？它们的毁灭性呢？它就是一种遮前法，毁灭性的这个部分就是遮前法。那然后它们能够产生自果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就是成立法。所以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事物，每一个事物的上面呢。它都有，就是遮遣，还有呢，成立两种的这样的法。那因怀灭的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遮遣，然后呢，产生自果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成立。那在这里的话呢，当然是六度四摄呢，就是因。然后呢，果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无上的这个菩提。好，那我们看一下，去因灭而生之果，体性，虽住于世俗，但当作为圣意之士夫，执伪假有之执着，缘此。当作为第十乃受乃受用之分别实指，那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呢，这一段的就是它的内涵的话呢，就是说就是
成佛的因六度和果成佛产生果，这个呢它的体系呢虽然是世俗，但是呢某一些人呢将它执着为地时存在，就是圣意当中存在的。有这样的人啊，那然后呢将这样的人的话呢执着为假有，就是假有的这样的执着，那所以呢远见的假有的执着心，然后又将它呢认为是第十存在的这样的分别执着。好，那第四的话呢看一下，第四的话呢就是具不具道性啊，具不具啊，这里呢就是具不具道性。那具不具呢，具指的是什么，不具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四，源于具不具法当着为真实者见的不特切罗，是什么样的不特切罗呢？了知五十指障碍之具不间断续流道，以及不具起道之是夫执为假有之执着，原此当着为第十能受说能受用之分别实指。了知呢就是知道的意思嘛，知道什么呢？知道呢这个实指啊，它就是能够障碍这个实指呢障碍什么呢，就是具不间断，也就是说具有不间断续流的这样的道。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把它理解成大圣的五道，大圣的五道呢从资粮一直到无学道是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就是认为啊这个实质是没有办法什么呢实质呢它就会障碍到什么具有不间断的见的续流的五道，即不具起道，没有具有见的道，就是能够认知或者是辨别见的一个什么呢情况的事夫，将它呢执着为假有，然后假有的这个心的话呢又执着为什么地时存在的这样的分别执着啊。所以在这里啊偈颂当中的这个句的话呢就是说句呢就是具有，具有呢就是说具有间断的这个道，不具呢不具有间断的间断续流的这个道，所以具就是具有间断续流性的道，那不具有间断续流性的道，就是这两者。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实指的话呢，它都是会障碍到什么呢间断和不间断续流的所有的这个道果吗，就是了解这样的情况的事夫就是在这里的什么呢就是具不具法执着为真实者。那然后第五的话呢第五的话呢就是第五的话呢就是安住坏
种性，安住坏种性。安住于什么样的失坏的种性呢？我们看一下。好，安住，安住呢就是第五啊，坏种性就是第六。好，安住啊，安住于什么样的法呢？我们看一下第五，源于真实意，单着为真实者。那如同住于天空之鸟，空中虽无居处，但似如有居而住。当然呢，这个鸟呢在天空啊飞行，也就是说在天空的时候呢在天空的话呢空中呢它当然没有什么我们就是一般讲的这个可以住的地方嘛，但是呢就是这个鸟呢它是特别的，天空呢在天空里面它可以它可以停留，就像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停下来的那个一样。所以呢就是与色等一切法无真实单着，而安住之是夫只为假有之实指。假有之什么呢？分别实者。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里讲的就是安住。安住这个安住的话呢，它就是在讲的是大圣的菩萨。大圣的菩萨呢，他们在行持大圣的法律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可以，也就是说他们呢对于这些法的看法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自信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态度，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情况下呢，他们是实修的嘛，所以就是安住自己的内心呀，就是处于安住于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情况下呢，就是修六度四摄等等见的，所以这个就是安。那将这样的大圣的菩萨呢，又执为什么呢？执着为假有的这样的假有心，假有的就是心啊，然后又这个假有的心呢认为是什么？就是地识存在的。所以在这里就是想要搞清楚这个所取的分别，还也不是说就是想要好好的搞清楚这个什么实有分别和假有分别的话呢，必须呢就是有三个步骤就是要走三个步骤。首先的话呢，就是它的首先的话呢，就是一种不特切罗，什么样的不特切罗。然后第二步骤呢将这个不特切罗就是执着为独立自主的实有或者是假有，建立一个执着心，就是第二要知道有见的执着心。然后第三个步骤的话呢，将这个执着心呢又是执着为什么，或者是单着为地识存在的这样的分别。所以第三个步骤的时候呢，才是在这里指的见到的所断的实有分别或者是假有分别好，那然后坏种性，我们看一下第六。坏种性呢，就是说
坏就是失坏啊，圆裂种衰微者，由于永恒不离发心与行六度而失坏小圣深缘种性。这个深缘的种性呢，应该指的就是就是自求解脱性啊。所以失坏的意思呢，就是远离或者是超越，从内心啊完全的消失，就是小圣深微独觉的这个自求解脱心。那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心思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永恒不离发心，还有呢醒六度的这位菩萨。然后将这个菩萨呢执为假有，然后假有的这个心呢又执为地识存在。所以这样的实指的话呢，就是见到的所断，就是假有分别当中的就是第六个分别啊。好，那第七的话呢，五希求；第八的话呢，五因。我们看一下第七啊，不希求呢，也就是说不希求大圣的圣果，就是唯有通达空性而知足，伪知足都可以啊，并不希追求殊胜佛果之是夫执为假有之执着，缘此当着为第十乃受用之分别实指。那这个是夫呢，他是什么样的是夫啊？在道的阶段的话呢，就是三圣当中啊，三圣当中呢，大圣呢不可能有这样的师父啊，就是通达空性的这样的师父呢，没有大圣的师父的话呢，他没有一个是不追求殊胜果的。那只有小圣身为独觉，还有呢就是一般的凡夫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就是有一些一般的凡夫，还有呢入道的身为独觉啊，他们呢虽然已经通达了就是殊胜的这个空性，就是深奥的这个空性啊，但是呢他们并不追求就是更高的这个殊胜的大圣的这个无上的菩提，就是只有想解脱啊，不想什么呢，就是往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所以这样的菩特伽罗呢执着为执为假有，然后假有的这个心的话呢又执着为地识存在的分别啊。那第八的话呢，五因，五因指的就是说缘无彼因，就是彼因啊，在这里彼呢当然指的就是佛果，也就是说成果的这个因。成果的因呢最主要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以大圣来讲的话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圆空性的这个智慧。为什么说它是成佛的主因呢？因为没有圆空性的智慧的话，那没有办法断出啊大圣的主要的所断这个实指，也就是说法我指
包括呢他所留下来的这个习气。那不断出现的法握者的话，那没有办法成佛嘛，对不对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成佛的。所以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呢，它就是圆空性的智慧，这就是什么成佛的主因。那为什么说没有成佛的这个主因般若波罗蜜多呢？了知与观察甚意之理智前，这个理智啊，观察甚意之理智呢，我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时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多讲了，大家呢，就是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可以去听那个什么综艺，就是综艺的这个音档，综艺这个音档。综艺的音档呢，应该是在这个理智观察甚意理智呢，应该在应该呢是在那个大圣的就是中观的这个部分，它比较讲得多啊。这个甚意理智观察甚意呢，就是说观察一切法它有没有甚意成立、自信成立，或者是等等见的什么呢理智。那我们呢用简单来讲的话呢，它就是指的是什么见道和修道的这个五间道和解脱道。那这些呢就是观察甚意的理智。所以说一切法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呢根本定见道和修道的根本定的这个前面的话呢，他们是没有办法什么就是实修。所以呢因为呢在这个根本定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因果关系的见道法的话呢，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实修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成佛的这个因六度呢也没有办法去修，因为在这个面前的话呢他们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的呢？因为呢大圣的圣者的根本定他就是在观察成佛的因和果的时候呢，这个观察就是在观察他们有没有自信成立，或者是自翻而成立，唯有自翻成立的时候，最后呢他什么都没有看到的，他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个说明什么呢？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信成立的。所以无有修持佛国之因般若波罗蜜多之是夫执为假有之实执着，原此执着为第十，乃受用之分别实指。那第九的话呢就是缘为缘所摄者，为缘所摄者就是被成佛的为缘所控制所干扰的。这个所摄呢我们就是用白话来讲的话呢，就是被这些障碍所干扰，就是干扰障碍都可以所以呢看一下第九极远诸敌者是与取分别。这个敌的话呢就是成道的这个障碍者，就是对敌。那这个敌的话呢这个敌的话那它有就是不同的解释
一般以道来讲的话，这个道的这个底呢有两种嘛，就是烦恼底，还有呢所知障的这个底，也就是二障嘛。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有四底。四底的话呢，我们 就是在第四品的最后讲的就是四摩。那在这里的话呢，四摩当中啊，特别指的就是什么呢？摩就是摩四摩当中的这个什么呢？天子摩，对啊，就是天子摩，就是平时呢，在什么干扰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天子摩。这个天子啊，天子摩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在天啊，它就是自在天。所以在这里呢，底指的就是四摩当中的天子摩。好，我们看一下第九。缘为缘所摄之，有与吝啬，有与悭吝己重，故与承办三菩提之障碍之魔，执为可得。这个可得呢，就是实质啊，跟实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解释啊。为什么？就是有某些呢人的话呢，他是没有办法承办任何的这个三菩提啊，随一。那不管你想要什么呢，获得小圣或者是大圣啊，这个身位或者是独觉大圣的这个菩提啊，你都没有办法办得到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你的这个什么 六根本烦恼当中的这个什么悭吝呢，是非常的严重，就是非常的严重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千里的缘故啊，它应该呢就是什么呢？障碍。就是修行的障碍的这个天子魔呢，他就是可能是会执着为什么，就是可得、可信、存在等等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事夫呢就是执着为假有，然后假有的这个心呢，因为这样的假有的心是存在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存在的心呢，就是。又执着为什么？就是第十受能受用的这样的分别啊，这个呢就是第九个见到的，就是实有分别。所以说，是与取分别，是与呢，就是与就是甚与的。前面呢，就是冷区分别当中啊，那冷区分别当中呢，实有的这个分别呢，已经讲过了。那剩余的是什么？就是九种实有什么假有的这个分别。所以刚才讲的以上的这个九种呢，就是什么？就是假有的九种分别，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啊？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好像没有啊，那我们要下课了。那下一堂课的话呢，我们继续讲，见道德，见道顶加行的这个四个内五个内涵当中的第二，就是顺缘，这个顺缘的部分呀。顺缘呢，就是有进取因，还有呢，就是增上缘，就是有两种啊。那这个顺缘的话呢，就是我们进取因，还有呢，这个增上缘的话呢，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下一堂课要讲的主要内容。好，那光曼达。